哪来现在这么廉价且便宜的豪华品牌燃油车呢？宝贝儿，再不努力以后只能开 BBA 了。买奔驰 C 级不是让别人看得起你，而是让人能看见你。你没吃过山珍海味大鱼大肉，现在你就要整那个有机蔬菜。宝贝儿，人家干新能源的那都是增购，已经体验过 BBA 豪华品牌了，再增购一台，换换口味，吃点有机蔬菜。吃惯了山珍海味，吃素对他们来讲是养生。你如果说现在你干蔬菜新能源的情况下，宝贝儿，万一整个残留的你吃完给你自己吃蹦起来怎么办？今年的燃油车真得感谢雷总，感谢新能源车，感谢小米、舒淇这些个优秀的产品，我真想给他们磕一个，没有他们哪来现在这么廉价且便宜的豪华品牌燃油车呢？宝贝儿，再不努力以后只能开 BBA 了。感谢宝贝们的关注，每天给你们持续输出新车二车行情，让你们每天看到我这位颜值博主把你的情绪价值干满。买完车的千万别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蹦起来。如果近期想买车的可以去懂车帝看一下，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，让你买车不买贵。